实在农历年前呢，我们就分析到农历年后也持续带大家来关注，今年是甲午年了。那每到甲午年呢，前两个六十年前的甲午年，其实都有一些历史事件的一个留下来。那今年其实到目前看来，不止我们有2014的选举，重点是呢两岸年，今年恐怕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发展年了。所以江委员看到说啊，这样两岸的议题今年一定一路烧，一定一路烧到年底。那年底又有选举，现在看到你们台北市长这位郝龙斌同志，对于现在整个国民党表现状况是非常的不满意，提出这么多的建言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，但是该怎么解决才是重点。其实很多很多很多分析或者很多评论啊，对，任何人都可以讲，是。然后，但是不同人讲，往往会做不同的解读啦。当然啊，所以比如说郝市长他在这个时候提出说，关于未来七合一选举，如果党选不好，谁该下台这些等等啊，我个人觉得是时间上或许讲这个会比较早一点了哈。那但是。早晚我会觉得马主席也可能会被很多的言论哈、逼着说要去表态，说对于啊七合一选举他要如何来负责，或者如何来承诺哈、说如何打赢这一仗，那时候就势必会被逼着要去讲这一些话哈、那只是说郝市长在这个时间点接受专访，不管是记者是不是刻意要问你这个问题，但是毕竟你讲出来了，是回答了嘛、所以一定会被做很多不同的解读。当然，那其中的解读当然一定有人也会拿来做文章，说这个挑拨你跟主席之间的关系啊，或者是说你想要进一步有什么样子大位上面的这个追求啊等等的哈、都会被拿出来讲了。所以我觉得选举年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了。选举年大家恐怕也不要太大惊小怪哈。但是庞老师，我们至少见到了王玉琪跟张志军今天正式的一个握手了哈。但是听您的的一个看法，恐怕大家不要想得太美，接下来发展其实还关卡很多。总是一个好的开始了啊，至少是重要的一步，好的开始。然后呢，很多事情呢是的确呢，可能需要稳扎稳打，慢工出细活。是，这方面来讲的话呢。